是一米左右的浅紫色绣线制作腰带，从任意位置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线尾拉到水袖线面藏起来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经线与赤道的交点处出针。然后开始绕线，贴着赤道绕五圈。到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的右侧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再回一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剪掉多余的线。同样的方法，另一边也绕五圈线，从任意位置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线尾拉到水袖线面藏起来。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赤道与经线的交点处出针，线拉紧，然后开始绕线，贴着赤道绕五圈。到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的右侧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再回一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剪掉多余的线。取60厘米左右的经线，经线的尾部一定要打结，从任意位置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，线尾拉到水流线里藏起来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线拉紧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腰带上方与经线的交点处出针，线向下拉，调节连束球线和分球线，线向上拉，拉到下一条经线与腰带上方的交点处，调节连束球线和分球线。线向下拉，拉到下一条经线与腰带下方的交点处，调起连束球线和分球线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绣。到一圈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右侧入针，从腰带下方经线的左侧出针，线向上拉，调起连束球线和分球线，线向下拉，调起连束球线和分球线。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绣，到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右侧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剪掉多余的线。在距离腰带8毫米的位置扎入珠针，隔一条经线扎一颗珠针。取1米左右的浅紫色绣线，从任意位置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线尾拉到束绣线里藏起来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珠针的左侧出针，线向上拉，拉到下一条经线靠近极点3毫米左右的位置，调起一点束绣线和分绣线，线向下拉，拉到下一条经线定珠针的位置，调起一点束绣线和分绣线，线向上拉，拉到下一条经线靠近极点3毫米，调起一点束绣线和分绣线。线向下拉，拉到下一条经线定珠针的位置，调起一点束绣线和分绣线。线向上拉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绣。
到一圈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的右侧入针，从经线的左侧第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。出针向上扎一点，扎进去一点，表示我们是从这条经线开始绣的。然后把刚才没有扎出针的经线也扎上出针，同样是在距离腰带八毫米的位置。出针扎后，取一米左右的蓝绿色绣线，从开始绣制的这条经线右侧开始绣，从任意位置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线尾拉到绣线边擦擦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绿色珠针的左侧出针。线向上拉，拉到下一条经线靠近极点三毫米左右位置，挑起一点束秋线和分秋线，线向下拉，拉到下一条经线定珠针的位置，挑起一点束秋线和分秋线，束针拔掉，线向上拉，再靠近极点三毫米左右的位置，挑起一点束秋线和分秋线。先向下拉，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绣。到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右侧入针，从经线左侧第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。然后放下蓝绿色的绣线，继续用浅紫色的绣线绣第二层，线向上拉，在第一层绣线下方挑起一点束秋线和分秋线，线向下拉，在第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挑起一点束秋线和分秋线，继续按照这个方法绣。到一圈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的右侧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再回一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剪掉多余的线，继续绣蓝绿色的线。继续绣蓝绿色线，先向上拉，在第一层绣线下方挑起一点束秋线和分秋线，先向下拉，在第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挑起一点束秋线和分秋线，先向上拉，继续按照刚才的方法绣。到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的右侧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先拉紧，再回一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剪掉多余的线，然后在浅紫色绣线下方绣四层淡粉色绣线，在蓝绿色绣线下方绣四层淡蓝绿色绣线，从任意位置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，线尾拉到束秋线边藏起来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，线向上拉，
线向上拉，在上一层绣线下方挑起连续球线和分球线，线向下拉，在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挑起连续球线和分球线，线向上拉，挑起连续球线和分球线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绣。到一圈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的右侧入针，从经线左侧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，取一米左右的浅蓝绿色绣线，从任意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线拉紧，线尾拉到需求线里藏起来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，线向上拉，在上一层绣线下方挑起连续球线和分球线，线向下拉，在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挑起连续球线和分球线，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绣。到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的右侧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线拉紧，再回一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剪掉多余的线，然后用白色的绣线绣两层，从任意位置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，线拉紧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，线向上拉，线向下拉，线向上拉，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绣。到一圈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的右侧入针，从左边的这条经线左侧出针，线拉紧，线向上拉，挑起一点束球线，线向下拉，线向上拉，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绣。到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的右侧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剪掉多余线，再取一米左右的经线绣一层，从任意位置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，线拉紧，线尾拉到需求线里藏起来，经线的尾部一定要打结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上一层绣线下方出针，线向上拉，挑起一点束球线，线向下拉，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绣。到结束的位置，从经线的右侧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线拉紧，
再回一针，从出针的位置入针，从任意位置出针，剪掉多余的线。再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一边绣好。